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要不要二级上来干他一波的团长？我帮你信哥打打红，感觉他应该能过来，我感觉。你们有的，我帮他打打红。二级给我们干他一波。先打个问号啊，点一点他。他要刷蓝呢，他刷蓝就算了。他刷蓝也是往上刷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个船长。还有一瓶药，抠小兵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？First blood。等一下，这个小兵死啊！死了以后上，这船长都不崩人呐，他都不放抠的。啊，不抠不抠呗。一层骸骨，其实像这种船长我们塔下可以直接杀了。我算了，我先瞅一眼这边野区，螳螂搁里边打蓝呢，我干他一刀，套个点烟，闪现平 K， 再来一下。哎，蓝帽别回血，哎呀，过来打蓝。这我就不要了啊！这还有意外收获？啊？还有意外收获吗？这还？这都还能有意外收获？还追呀？可以干！闪现了，闪闪嘛！哎，我回上路收兵，船长亏死，船长亏死都亏出来了，这船长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更多火药。这边赵信可能会上来帮我们赶赶啊，先把船长骸骨没打掉。把饼干吃了。还是打。你俩是不是想杀我先？对。你能打死我吗？啊，我的凯旋。他来杀我，我们就打不着，规避一手伤害。其实已经游戏结束了。斩老孙一个！来个布甲还行。我三个人头呢，那我这可无敌了，人头这么多呀。这螳螂这不又崩了吗？别扎了呀，我说啊，这就别议了。
既来之则安。义他属于给鸡，不义他才是对的。当心炸药桶啊！吃橘子了，我还有三秒。你是觉得自己是死不了是吧？这么点血还在那晃，还在那放桶。你是凭什么敢放技能这么随便的呢？我凯旋为什么没回上来？我操！凯旋回上来我死不了。凯旋没回上来，有点烦。我这必须得杀他，他这么点血，塔下我不杀他。有妖气！有些人可能不敢义，但我谁呀？我能不敢义吗？我这必须得义上的。跟他们打还稳稳当当的，屁吗？他们屁吗？他们屁跟我稳吗？屁跟我支线吗？活着的人才能支线。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更多火药。哎呦啊！跟我放肆，这么放肆？蓝刷了，去不去呢？可以去，可以不去。反正也拆不了啥玩意儿，去吧，去把蓝打了。如果想玩的绝一点，咱就不回家，在这等，把这螳螂在这杀了，可以在这等他，把他杀完以后再回上路，再去杀船长。我们一直杀，通杀，全杀，杀疯了。在这等他十秒钟左右吧，他出来了，看见了吧？小螳螂，刚才就你杀我是不是？啊？我连三狼都不给你。让你跑一波，把你的小蛤蟆给你打了。把他上半段野区给他收没，人没杀了，我们把野区收了，正好回上路。应该 Q 起手了，他有大我们怎么也杀不了，有大有闪怎么的你也杀不掉他。他下路大招不当用没用，我寻思他下路大招用了呢。
后进马枪来枪杀你啊，给我送钱吧你。信哥这不给我干他，这不给我把他枪杀了。干他！疯了！没助攻啊！哎呀，塔皮也没吃到，烦！别让峡谷先锋死了！哎呀，你 A 一下呀 ，A 一下，我们还能创个二打，二打不也没了吗？凑啥呢？这老半天，船长挂不挂机呀？挂机了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回家了，1800、1200、3000块钱。戴尔伯温，我必老玩。该拿一把 MVP 了，船长挂机了，螳螂也挂机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上路来了个 ADC 嘛，就快点吧，挂个机，然后速战速决，把他去下路了。去下路干啥呢？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。下路二打二打不过，那船长1-4。还 double kill 了，你挺好，那船长值钱了。上高地。这波技能啊，别着急交，那亚索过来直接把他枪杀了。船长来了，好毒！船长值完钱以后有点疯狂了，我这一瞅，哎，我这，哎呀，怎么，哎呀！我能不能走？其实我是能走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一看这锤石没多少血了，你知道吗？锤石怎么没多少血了呢？跟个猪一样，真是一头猪！谢谢孙悟空的无敌。赵信来中，塞拉斯呢？塞拉斯没来吧？可以看，可以看，我马上到。好的，别上唐唐，给个人头。双 buff 没了，双 buff 没了，我们拿单 buff。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还有意外收获。我现在就希望他们家那三个人过来抓我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，但是很遗憾来的人可能只有两个。谁的点烟？随时的点烟，点烟就点烟嘛。这不行，这有点让我生气了。我觉得是时候来一波一 v 四或者是一 v 三了。这边人头有点硬，啥也不发，我有点生气了。打小兵。赵信有峡谷先锋，我们的黑切差了100块钱，我把这波线带了啊。回家出黑切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这把 MVP 肯定是信爷，信不信的咱也没开预言， MVP 又能怎么样呢？真是这无所谓嘛， MVP 也没啥用，把那船长杀了。哎，你说他一个2-6的，他凭啥带到我们家一塔前面啊？他凭啥呀？凭什么？推中，你咋的？给我杀了！几回了？几回了？几回了？你他娘的！我操了！就他妈你是吧？几回了？给你点脸了，我发现，是不是不要脸？干什么玩意儿？给你喊那个老不锤死！勾什么玩意儿？峡谷先锋放没放啊？把上路推了吧。几个人啊？哎，好抠！先把这卡莎杀了。蓝帽咋没了呢？我走呗。
跑钩，但是没用，没蓝，有意。哎呀，哎，一波。天天打这种低端的，这低端吗？我感觉这段位应该比你段高吧。马上钻石了，没关系。